粉岭圣约瑟堂区新翼圣堂，由年初奉献礼至今，举办了逾百场的道赏活动。十几位道赏员由圣约瑟堂区主任司铎戴文希神父培育，嚟朝圣的教友和学生可以透过游历七苦七乐的标记，默想圣约瑟如何接受使命，带领圣家逃往埃及，养育小耶稣的故事。从道赏员口中认识圣约瑟堂区的教友如何在粉岭传播主爱，扶贫和建设粉岭堂区的历程，了解创堂初期圣约瑟堂区和修会的合作，设立了义诊服务诊所和学校，感动了很多居民领洗入教的事迹。圣约瑟堂区和圣方济各书院的合作，提供了教育机会给粉岭的青年，学生可以参与堂区的大小活动，还可以在礼拜的时候参加主日学和义工活动，加强了和堂区的联系。粉岭教友的福传精神体现了在旧翼圣堂里面那幅见耶稣于圣殿的圣像画之上，他们效法圣约瑟，回应粉岭居民的需要，配合天主的计划，